这一杯我们来做 long black， 你先开机之后把它转到热水，按一下 OK， 大概是120克左右。习惯上会先拍一拍，把它拍散，用布粉蒸，稍微整理一下我们的粉，用填压，上把手。浓缩，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杯 long black。这一杯来做可可拿铁，那比较不一样的是，我们要先加一些可可粉，然后等一下浓缩咖啡做好之后，先混合一下，之后再加入奶，先来磨粉。填压之前先布粉，你看这个 cream 很漂亮，而且它有一种流动感。可可拿铁就做好啦，喝喝看，很好喝，因为它那个可可的味道还蛮重的，然后微微的甜。这一杯饮料来做 flat white 澳洲拿铁，好，按下 OK。一般我们都会先敲两下，那因为怕上面会有大泡泡，所以会敲一下。现在这个动作就是让上层的奶跟下层混合在一起，会比较均匀。小白就做好了。这一杯咖啡我们来做抹茶牛奶咖啡。那首先我们要准备抹茶，那抹茶的量呢不要太多，大概是1到2克左右，然后加一点点糖浆，家里有电动搅拌建议用电动搅拌机。先加冰块，一杯抹茶牛奶咖啡就做好啦。啊，今天介绍了4杯饮料，都是用一台咖啡机，你就可以在家里变出这些东西来。饮品的话有很多种变化，那就看你喜欢喝什么。有一台咖啡机在家里，我觉得蛮好的，是想喝的时候随时就有，它加热超快，想喝咖啡的时候只要按下去用1分钟，它就热机完，然后你就可以煮咖啡了。希望这4个饮品你们会喜欢，有机会在家里试试看。